幼稚啊，无理取闹，几岁了？无理取闹几岁啊？几岁了？吵死了，要吵架回家吵了。你回家了、啊、，OK？ 为你吵哎、欸，为你吵哎、欸，你是怎样？还能睡觉？就饱了，为了饱啦，饱啦谁啊？换人啦，换饱啦。所以我们知道。动能跟位能实际上是一种能量转换的，所有任何我们知道的能量转换，只要不考虑到所谓能量的损失的话，它基本上都保持这个能量守恒的原则。好，所以假设我问你啊，我一个东西，我譬如用一个手枪，我朝天空打 bang， 不考虑空间阻力，不考虑任何的能量损失之下，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子弹。M， 它飞行的高度是，假设往上飞，飞了为止哦。对，飞了1200公尺。哦。啊。啊，这子弹的质量是真的办得到？5克，有可能。好吵哦。5克。请问一下，这个火药的能量有多少？哎，同学，安静。火药的能量有多少？谢谢。怎么办？我们哪时候上这一张？NGH 哈，我们叫 NGH， 因为你只要考虑的是说状态前、状态后任何时间，你只要转换的时间是你可以考虑它的、可以计算它的，它就是可以计算的。好，那它的能量中间的过程当中，我刚刚讲过，没有能量损失，没有空气阻力，这些都没有的话，总能量都有，总能量都有，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考虑 NGH。M 是五克嘛，所以0.005，乘上 G 是10，乘上 H 是1200。我就可以算出它能量，12000×0.5，0.00。对啊。那我用一万二。不然你想怎样嘛？我喜欢先上。对，你喜欢这个，我喜欢。60焦了哈，这样大概是60焦，啊，大概60焦。去找宝了啊。哎，为什么1.2？宝了是啥呀？哎，你们要聊天出去好不好？这是1200，我先跟0.005约掉1000嘛。所以这样5个一点二啊，1.2×10，乘五啊，1.2×5不是等于6，60焦了，啊60×10是60焦了，啊，所以这简单就可以这样换算它的火药能，虽然我不知道火药能多到底多少，但是这种简单可以计算出来，它到底可以得到多少能量啊，到底火药可以提供它多少能量。好，那我们来考虑一些别的东西啊。我们现在对一个物体，我施个力，来给它，结果这物体开始移动了，开始移动了。假设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之下，它的加速度是多少？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它加速度是多少？那也没有空气阻力。没有空气阻力。OK， 那加速度，那加速度，想的时候不用讲出来。A 等于多少？M 乘上 M 乘上 F 是吗？不是。M 乘上 N。F 等于 N。F 等于。啊。对不对？对。对不对？对。对哈。不知道怎么来的，你就可以举个手。我不知道怎么来的。哦，来，我不知道。啊，因为 F 等于 ma 啊。哦，好，知道了。啊，这样知道了吗？什么鬼？不是什么鬼啊，就这样子啊。有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想到。哦，我知道，对对。啊，知道了吗？好。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你我们的经验越少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联想不到，联想不到就会不知道怎么着手。那经验怎么来？经验就是要练习，就是要多看书，啊，多有一些经验，你就会有这些事情可以就有办法做哈。好了，我现在呢，假设有摩擦系数，最后有摩擦力，小 F 在作用，好，所以呢，我的加速度会变大还是变小？变小。加速会变大吗？变小。变小。为什么？为什么变小？因为怕得反，那时候有人要做复工吗？做复工，你想太多了。
先不要讲到复工，为什么现在只讲复工？讲加速度嘞，要讲到复工。它有个负方向。有对，有个反方向的力哈，有个反方向的力，所以这两个力平衡之后，一定比原来的 F 小，对不对？原来 F 如果可以产生的加速度是 A 等于 m 分之 F， 我现在 A prime F prime 的意思是改变之后的结果，会等于什么 ？m 分之 F 减 F， 对不对？因为两个力量相反，所以我只要有摩擦力，我所得到的新的加速一定比原来小，同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对。对哈。好，这时候呢，一样，我用 F， 用大 F 的力做了一段距离，我把它推了一段距离 S， 请问我所做的功多少？我做的功多少？W 米等多少？我做的功等多少？我在那个物体做的功。对，我对这物体做的功等多少？沈宇，嗨，我对这物体做的功多少 ？FS。FS， 对不对？我的这个物体推，用 F 的力量推，我走了一样走 S， 我做的功多少 ？FS。好，我们前面就讲定义上是什么？啊，我说 做的功是 F S。好，那么摩擦力所做的功多少？摩擦力所做的。摩擦力是做的功。负的。负的 F S。M 为什么 M？ 啊，不对 ，F S。负的小 F S 对不对？为什么是负的？它是反方向的概念。啊，它是反方向。我力量在这边，我运动在那边。好了。我们同时间对这个物体做功，做了这么多功，一个做正功，一个做负功，所以这个物体得到多少功，得到多少能量，加起来就相加，没有错哈、哦。所有的这个物体所得到能量是两个相加，就等于 F 减 F 乘上 S，S 减 S。OK， 这样问题，看起来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同样道理。我们现在有这个加速度，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哈。我们要这个加速度，请问一下，它移动了 s， 移动了 s 距离之后，它得到的速度是多少？得到的速度是多少？怎么算？我有加速度的啊。你有个距离，有个加速度，所以你算公共速度。记得。距离有个加速度。用 VD 图画出来就知道了。加在球上的速度。加在球上的速度。有个距离，有个加速度。对。啊，有距离，所以你已经有那个那块三角形。那 VD 图画出来了，有个加速度嘛？我要算出它末速度嘛？末速度就是那个 AT 嘛？对不对？这是我的距离，就是 S 嘛？所以 S 等于什么？二分之一 A 平方。A D 平方对不对？所以可以真正得到什么 ？D 嘛 ，D 等于什么？全长度自然的根号。对不对 ？D 等于二 S 除以 A 开根号。对不对？对不对？那我的末速度是等于什么 ？A T 呀。所以等于什么？乘进去，跟上二 a s， 对不对？嗯？不是吧？对啊，为什么不是？哦 ，a 带过去。那我们讲过了，在这边它的速度即代表它的动能，所以我们看它动能等于多少？一等于二分之一 m 平方，对不对？等于什么？等于什么？看一下。先把平方乘开二约掉不见了，所以等于什么 ？A S， 还有 A 嘛 ？M A S， 是不是 ？M A 是什么？我们看 B 平方。啊 ？B 平方不是 A 二 A S 吗？哦。对不对 ？B 平方是二 A S 嘛？二跟二分之
掉了，所以 MAS 嘛，是不是？是不是？好 ，A 等于什么？我们 A 是这么 A 块吗？一定有摩擦力作用，所以等于什么？沉进去，对不对？我把 A 块拿进来，等于什么？M A 分等于什么 ？A S 分之一。啊，不是 A 分呢？等于什么？哦。等于 M 分之 F 减 F。M 分之 F 减 F， 对不对？再乘上 S， 那 M M 约掉了。对，等于 F 减 F 减 S， F 乘上 S， 对不对？我在做什么？没有错哈，但是你看，我这边很简单的是。把一个力对它所做的功，跟另外一个力对它所做的功两相减而已。我这边在做什么？算是。我那边是在算它的墨数度啊，我这边算墨数度，这是运动学。墨数度怎么跟它一样？墨数度没有一样啊，它的墨数度等于二 a s 啊，跟它二 a s。没有了，那边、oh. 那边等于是对不对？那我现在算的是它动能啊，对吧？我现在算的这个物体的动能啊，动能就是刚我们前面算的是。两个力对这个物体所做的功，现在是在算这个物体的动能，结果你会看结果是一模一样的，表示什么？我认为物体它被做功之后，它得到的就是它的能量，在这边这个物体它本来静止，它经过两个力的作用之后，它得到了一个速度，所以这速度就是它动能，这动能实际上跟它两个所做的功是一模一样，是不是一模一样？嗯 ，OK， 这样就得到证明了哈，我们在。处理一个事情上，你可以看它前后的能量差，这能量差就有人对它做功，这样没问题，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可以继续讲哈。那在这边我们其实会常用到的问题做功的方式就是 FS， 对不对？是不是就是 FS？ 是不是就是 FS？ 嘿，哦 ，FS 是那个啦。啊，哎、欸，哦，不是，那是 TFS， FS 哈，我们所做的功就是 FS，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跟我们在讲，干嘛 ？S 等于 VT 很类似，这什么东西 ？S 等于 VT 什么 ？S 是什么 ？S 是距离，距离等于速度乘上时间，对，就是距离等于速度乘上时间，对啊。距离等于速。你每秒走十公尺，你走了三秒几公尺？三十啊。你怎么算的？三十啊。那三是什么？哦。三是什么？速度嘛。哎、欸，啊我。T 是十嘛？你得到距离就三十嘛。糟糕。所以你很多东西要不断的去稍微联想一下嘛，你忘记了就回去想一下最常遇到的问题就好。好。这个很类似，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做 S 的时候，我们做 V T 图。对，我算看那个速度，好，假设速度变化是这个样子变化，我问你他走了多少距离，怎么办？怎么办？把面积乘起来行。对，简单来讲，算出面积，我就知道他走多少距离嘛，是不是这样子？嗯。那波浪面积。啊，波浪面积不会算，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概念了，重点在概念嘛。所以同样道理，假设我把纵坐标换成别的，变成我所受到的力。这边是我所做运动的距离。那请问，假设我现在有个力一直作用，我走了这个距离之后，这个面积代表什么？你说它是它在移动，它在移动。它是移动是 S 啊，我移动了这么多距离啊。所以这面积代表什么？哦、这面积代表什么？我看应该是它应该是等速度运动吧。这样没有说，我没有告诉你等速度，不等速度运动，我只告诉你等力运动。它等力在运动，推动某物体，让它移动 S， 啊 ？W 等于 W 没有错吧？不是一样概念吗 ？W 是什么 ？W 是功啊！哦，你还讲 W 吗 ？W 是什么？因为我看。对啊 ，FS 两个相乘，不是那个面积吗？这是它的功。好。VT 图上的面积是什么？是。距离是从这边来的，对不对？这个也可以从这边来啊，所以我只要知道它的 F T 图上的面积，F S 图上的面积，我就可以知道它所做的功，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们来考虑一下，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啊，我们任何一个力，只要这个力能够找到它的对距离的公式，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功了。举个例来讲，你像个弹簧，我挂物体，好，这边是零，我现在把它移动 x 的距离。好，行啊，这时候弹簧受多少力？弹簧受多少力？对，弹簧受多少力？就是 X是距离。啊，距离 OK。我把弹簧拉长，弹簧受多少力？或者是我对它施多少力，它可以维持这个距离？我要施多少力，它才可以维持这个距离？你要先测弹簧的弹力系数。对啊，弹力也是啊，弹力系数。然后嘞？然后。我要把它停留在这边，我需要施多少力才能停留在这边？像这个原因是因为弹簧的拉力，我有啊，弹簧拉力会等于 F， 哎，等于力乘上弹簧系数。对，力。力乘上弹簧系数。就是弹簧系数乘上。乘上什么？是移动系数还是力的？是，跟我就听好像是乘力或者。不要用背的，你要去稍微思考一下，理解一下。K 乘以位移啊 ，K 乘以位移啊。我移动的距离越长，是不是它的所需要施的力越大？对，是的。是的。OK， 所以我们假设画图的话 ，Fx， 我画图的话，我这图会长怎么样？当我的距离是零的时候，力量多少？零。啊，力量距离如果是2的时候，力量呢？2K 吧。2K 嘛，对吧 ？2K 嘛，哈，所以零是零。一是 1K， 二是 2K， 三是 3K， 所以我画出一条线，对不对？好，这样一条线画出来了，所以这一条线就是 Fx 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是不是？嗯。是不是？好，那我问你问题。好。我如果从这边把这个弹簧拉到这里，拉到这里，我需要做多少功？拉到这里就是 x， 我拉到这里从弹簧。把它从静止的地方不动的平衡的位置往这边拉，平衡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放开它不会动，平衡就没有施力，也没有，哦、就是平衡。就是零的位置，从零的位置开始施力。好，到这边。到这边我做多少功？刚刚这一段加起来，这个是三角形的。三角形什么？面积。三角形面积啊，三角形面积，这是多少？有。所以多少 ？xy， 然后 f 一直在变化的 x。所以多少？二分之一 FX 多少？那 F 多少 ？F 等于 KX， 所以是 KX 平方。对。Yes。哎，怪你看到没？答对了。所以这就是弹簧，我们对弹簧所做的功。简单讲，这是我们对弹簧所做的功。啊。我一个弹簧，我拉开的过程，我对这个物体施的能量，让对这个物体做功。事实上，我也是让它形成什么？我在做功的过程是弹簧产生的位能，对不对？所以你换个角度，我在对弹簧做功。我拉到这边平衡的时候，这物体并没有这样动，对不对？但是弹簧有没有能量？有。然后能量增加，它储存的能量有能量啊，所以这叫弹簧位能。所以我对它施的力做了一个功，让它有一个位能。这功这个能，这功跑去变别人能量，变谁能量？弹簧。变弹簧的位能。OK， 所以叫弹簧位能。当然，位能的意思就是因为位置的改变形成了一个能量，所以当我改变了位置，形成它的能量，这就是弹簧位能。OK， 够简单吧？好，所以我们就加个作业哈。是你说。你下学期要分班吗？可能第16周下礼拜就要分班。哦，我突然想到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像高中要分的，就是。普物。然后是就是。没有。对对。没有啊，没有这个必要。对物理比较有兴趣的是。没有。然后之后其他就是简。这个已经很简单了。可是我就不想学这个。
你就去。我刚刚说的有一些物理，我又想学。那你跟我不来旁边就好了。我还是没有，我也没懂。啊，不是他的意思说，他想要学物理，可是他不想学这个，因为他觉得太难了。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也算是物理很简单、很基本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它在讲能量部分，我们这个东西会用在哪里？这个会用在很多地方。你在做，譬如假设想做个手相，做个手相也会需要了。你手相需要让它蓄能。手相。哎呀，你要让它蓄能。譬如简单来讲，我想要。但我们不会做。我不你不会去做手枪，对对对。我之前的那个，哇，哪里？那种东西很不会做。比如说像这个简单的手枪啊、你看我在施力的时候，我这施的力是一个力，力我需要走个距离嘛，然后它这边对谁？对弹簧，这有个弹簧，所以在施力在对抗弹簧，所以我在施力在做功，像这功会转换成弹簧的位能。好，弹簧位能转换出去之后，它打出去那一刹那，变弹簧在把能量放出来。弹簧把能量放出来，它转换的是这个扳机，不是扳机，这个击针的击锤的这个撞针，对，但是这边是算击锤，撞针是步枪的撞针，这算击锤，转换成击锤的动能。所以这动能达到底火的时候呢，就要看你底火会不会被诱发，会不会被启动。所以你要看的是这整个能量的转换啊，这东西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它也是蛮基本的。好，那这边它基本上是一个转换了，是一个转换的运算方式。好，那我们只是说去思考是怎么用 FS 用这个能量来换算。那为什么要学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所谓的地球的脱离能，或者说今天讲的是重力位能。我们讲重力位能，前面讲 MGH，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哈 ，U 等于 MGH 的时候 ，U 等于 MGH 代表什么？代表位能，对不对？假设我先某个物体从这个位置移动到这个位置，这是 h 的高度，它的质量是 m， 那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给它多少能量？就是 MGH 嘛，就这么讲，就是 MGH。我需要给它 MGH 的能量，它才可以到那个高的位置。那这边我们在日常生活都会用到什么？比如假设想把水送到水塔，我需要多少电能，你就可以从这边换算，啊，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那其实，现在提供你的想法。我在提供你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说，好，那当然。没有错啊，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当然越来越深啊，深度越来越深的时候，难度越来越高。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难度是建立在基础上，那一个基础系统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谈论的，因为现在就是你如果一直讲什么很难很难的那个问题的话，我没有说很难，你说难度会一直增加啊？问题是我们根本就还没增加到那个问题，我们根本还不用考虑到那个点啊。对，但是现在其实只能会讲的是现实啊。刚刚在上课只有两个人，刚刚只有三个人在上课啊。对啊，我说那，你不用管，我看起来是只有三个人在上课。啊，我听说那就是，对啊，那就挡修就好了，建立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很简单，这个我觉得没有读的人。有几种做法，就是他没有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有别的事要做。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本来就不想上这个课，然后他就来上。没有错，其实。我本来就不想上的话，就会去具体自学课，但是就是里面有一些又想上啊。那就来上啊。所以现在好，现在应该回过头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上这堂课的目的是什么？对啊。我想知道多一点有趣的东西，但是。那你就先讲一些没有趣嘛。之类的。对。那其实有时候有趣，建立在说，假设我们今天说像国中，我们说玩游戏，你知道吗？我们就玩一些科学游戏，那可能觉得有趣。可是你想去探讨后面的，想去探讨后面的原因，后面的原因的时候，你想探讨后面的原因的时候，事实上或许就会没有那么有趣。就像前面在做个实验，很简单的实验，可是你要实验做个实验的时候，最难是难在观察。你观察花可能，很长的时间。两个月。自学计划能不能？啊。自学计划能不能就是一半？
我们懂了，你什么意思？就是这堂课可以一半的时间是自己带，但一半也有来。不是、啊，我觉得这很荒谬啊！都已经这个时期了，啊，然后你还要说，就是要用别让别人去满足你的那种。我没有说。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想什么，然后你不知道。所以他提建议啊。我只是。他提建议。我丢的逻辑是，就是我们可以像社会课跟自然课这样去分。这是一个社会课怎么样？比如说。社会课的物理。初中、高中，你到高中你都要选，你是社会转自然。对。就不是那个问题啊，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对啊，因为你现在好像就是说，我是想学一些。没有，你知道这样子就减少时间，社会组可能一个礼拜上个两堂，那这你知道吗？清水目前还是没有社会课的哦。是没有社会课。清水现在没有社会课。学啊，就空出来。我跟你说，你如果说自然课要转成类似像社会课那样，现在社会课就是没有啊。你去啊，那你去自学啊，又没有人阻止你，你去吧，啊、没有了。你提自学计划，你也可以来自然。陈宇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现在走，他其实有刚刚讲概念，你可以来旁听。旁听说，啊、我那时候坐在这边，你没看后面？我有去我就听，我没有去我就坐。啊，别说，反正我就不要打断你们，然后我就。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说有一堂课，然后为了像你说，我们要满足你的某些。求知欲或者某些不想上的，我们就回避，或者我们就不上，或者我们就我没有这样讲啊。问题的逻辑就是这样、啊。你就是要把那个抛到课堂上去弄啊！问题是那个明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OK， 但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说，我不是说之后要做分流吗？分流，你们就可以学不这样的。对，分流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但我不清楚，因为其他同学可能没有更多的发言，我不清楚来学自然课的目的是什么。就你是想把它学懂，还是只是想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坐在这边？因为因为我现在提供了更多的课程，我认为，譬如我的想象里面说，你们可能是我之所以想分流，说因为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实际上想学，只是我基础不好，所以分流的目的再回到基础，我们再从基础学习。可是跟子龙讲的不一样，子龙一说，那我们实际上可以分出一个叫做像以前我在这边说的叫做探索式物理，探索科学，那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专题式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来做一些跑到边船，来做一些东，做一些这个实验、那个实验、那个活动、这个活动，做一些不同的活动。那从活动中，也许去说，那好像我学到的东西，实际上活动很难学的东西，活动只让你觉得有点兴趣、好玩这样子。我现在说不是我。对，那所以不是我不说你嘛，我说不知道其他同学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要说就是。子龙他想要学东西，可是他好像像我。我的意思说他想要类似他说分成一个叫做简单物理，可是我觉得这已经很简单了。陈宇，你可以让子龙讲嘛？那子龙他在讲就不用帮他引申，他已经讲叫你不要去引述他的话。好，可是不应该引述他。那我想问的是，有更简单的物理吗？这解释当然有啊，为什么？更简单就是国中物理。对啊，那我们就上国中物理就好了。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你高中这个已经是很简单的东西了？这个是高中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啊，那你如果要上高中物理，你又不上这么简单的东西，那更简单，那就国中了嘛。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所讲的东西并没有真的是太难，但是我觉得子龙应该卡在说，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有趣，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老师说，就像陈玉讲过的，就是你没有更好的选项，你就一定得待在这边，可是这个选项也不好。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所以就卡在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自己以前在上课，我们感觉上是，我们班上有六十几个同学，一个班有六几个同学，但是老师基本上是对前两排上课，因为六几个哈，你基本上前两排还有大概有十几个同学，那十几个同学是不断的提问题的，我觉得那上课的气氛会这样，就是我们那时候上课感觉老师一直会跟老师要做一个。就是说老师讲到什么地方，哎，我不懂，哎，老师那个可不可以再讲一遍？或者说你会一直讲说，哎，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那个样子？你会跟老师有很多强烈的互动，你那上课气氛非常好，我觉得哇，好，很嗨，你上课的话很嗨。他后面一般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你不可能对全部人都上课，但是老师至少有十几个人，可是你要在那上课，从头看过去，睡掉一半的人。但是我都有，我知道你有互动，你有回应，但是我说那个东西会变得
整个气氛上是很弱的。我基本上我那时候在帮上一个年度，那时候陈慧跟那个一凡还有嘉荣上课，没有上去年大二不是？前年啊，前年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上物理课，三个同学，基本上上课状况很好，就有互动。为什么？那时候至少陈慧跟一凡都会问问题。所以以前的中文课也是啊，我跟那个大哥他跟那个他也是他比较弱，他停在我们中文课都会不知道干嘛，中文课都是一直在辩论，一直在讨论，一直在讨论，对，都没有停。就说其实基本上你们在谈，我们在谈这些东西，因为有时候就变成说，其实上课如果团班上课难是难在说，对，对很厉害的人，啊，又讲第三句，好累啊，对，听不懂同学。他现在想到哪里去了？怎么办？我听不懂。所以是不是就是程度落差很大？对，程度落差很大的时候，在这个班上就很难上课。那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你们都准备。为什么生物课？我说生物课比较没有关系，是因为生物课实际上基本上它需要的背景知识很少。我们当下每个都读过一遍的话，可以讨论。甚至你只要有一些基本常识，你可以开始讨论。可是物理这东西有时候比较困难，是因为它很多观念的转换，它需要。一些基础，计算很多。其实到目前真的没有很多计算嘞，有很大的计算吗？真的没有计算。逻辑，逻辑。四则运算搞懂。可以，真的是四则运算跟逻辑搞懂就好。你逻辑通了，实际上在物理上真的没有什么。我觉得。物理逻辑超难的，比真的。这边到底是用什么逻辑啊？但是我跟你讲，你物理的东西，如果你想通的话哈，它实际上比哲学有趣，因为很多哲学在讨论就从物理逻辑。因为这东西你没有打基础，在哲学课所讨论的东西比较是天马行空，反正你怎么讲怎么想，你只要说句的类似合道理的东西就好像可以说了。因为那个比较，就是有那些代号的那个，你会很卡，之后会不太舒服。所以说很卡的问题会在这边说，你为什么很卡都不把它提出来？我忘记了说那个。你懂了意思吗？你们现在会、听不懂啊，不好意思，就卡住。可是你如果学员刚刚讲的 F 代表什么？像我觉得学员这学也非常好，他看不懂任何的字，他就直接提出来。我觉得那个字我刚那个你写那是什么意思？那是 F 是什么？为什么刚刚 F 是这个 F， 现在 F 又变别的东西？刚 S 是距离，现在 S 又怎么变秒？我不懂我的题，对，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去提醒，因为他所有东西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概念。那是有人在打鼓。对啊，对。幼龄吗？可是学校又没有鼓。幼龄要捐音做鼓。是啊。真的哎。不是啊，上课在打鼓吧。你们宣传，宣传话题吧。陈俊主在打吧。哎。陈俊。他死过。我们回来继续。好，回来，看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反正学校的课程就是能力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至少有分的啦，就是比这个能力再低一点就是国中的，我就上国中。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做一个衔接，因为至少国中的东西可能是两年前教的，所以我们现在会稍微，我们现在上。那个时候就没有学好，然后现在跑来上。对，所以我现在但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讲新的，也是会从国中讲一点带上来，会讲一点带，意思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重复性已经跌很高了。因为我觉得国中的，如果假如你想要学，其实真的很国中上真的很容易学的东西啊。其实我知道，像赵忠哈，他去年跟我抱怨他很弱，但是他今年花两个礼拜看完一本自然课本，两个礼拜看完一本自然课本。对啊。他效率很高。很高。他现在发现，他跟我讲说，我发现你现在看一下就看不懂。对啊。这是很正常的哦，你慢慢的随着你的看过的东西知识越广的时候哈。你学的很快，你去复习一下，很快就会了。可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实习生分配怎么样啊，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上基本上回去复习很少，对啊，或者是大概有一半人都没在做复习，对，你没有在做复习的时候，你真的学会变得很慢。像基本上 F 和 M N 转个方向都忘记了，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又不会算 A 是什么，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吗？这东西很简单的，就是你就是要再看一遍。上课讲的东西，我们实际上老师说我们没有讲的非常多，我们讲的量算少，预习没有做，复习没有做，那个东西两天就忘记了。我如果要真的要兼
争取会费是不是可以像英文一样说，那我每天带动课程，每天上一堂课，那是不是效果好一点？是不是效果好一点？这样每天碰一下，啊，每天要碰一下，每天碰一下。可是不能每个人都这样做啊，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那么多线上，那干脆整天八堂课在上课好了，那我们跟体制内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需要把时间压缩，我希望把时间压缩，那压缩的结果就是什么？你自己很多功课要做，你要做预习，要做复习，好不好？要写作业。OK， 你这些都不做，基本上学习效果就很差。啊、谁啊？不知道，反正就是应该六名嘛。六名。在哪里？在楼下吗？他们在外面就旧的那个宿舍那边，校舍。啊？旧校舍？可是那个谁，那谁跟我讲？在对面啊。对啊。所以有那么大吗？在对面。对。爵士鼓呢？那个应该电子鼓吧？不是，如果是爵士鼓的话，爵士鼓应该没有那么大声。它的声音如果一到这样子，应该是电子鼓。它的乐器一定会死掉。没有，应该是电子鼓了。对，它应该电子鼓，它是接音过来。那它哪来那么大过来？不行的啊，只叫这个你接了，有这么大声啊？好，对啊。你们其他的乐器不用。不是，它那个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声。我把音转小了吧？大概这个，它是戴耳机。戴耳机就不用接扩大机了。他就是忘记拔了。厉害。好。好，所以基本上哈，基本上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现在我们在学这东西，其实它是一个目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些科学的东西哈，都是过去大概200年发展出来的。那这200年发展的东西，我们在这短短几年之内要消化。我接掉，我接了吗？那把它挂掉。我不知道谁啊。他好伤心哦。对啊，对对，听到。那我挂掉。收声。他表示我在开会了，在干嘛？这样花钱。那没关系。他花钱，我就。我们学的这些基本东西是为了，因为假设我们要花200-300去学这些东西，你看那过程，你看古时候的人，那些科学家，他们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去做研究、做发展。他们发展这么久的时间把它奠定起来，你如果要走上原来的路，就是要走200-300，你走200-300做同样的事情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们要短时间学会，你才有更多时间做新的研究、新的发展。好，我们在做的是这个事情啊、哦。那这些东西，讲这个东西主要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观察一个事件，观察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哦。它有时候是一个模糊的现象，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件在发生什么，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情在做什么，就像这个黑盒子一样，黑盒子我不懂啊，我不知道黑盒子在做什么，可是我可以观察到发生前跟发生后的状态，那我是不是可以推测这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懂意思吗？我假设我进去这个地方，我进去的时候是个年轻人，我出来之后变成一个老头子，我可以说这盒子是什么？可能时间加速器，也可能是化妆箱，我进去被化妆了，对不对？我可能这个盒子，我进去是个胖子，出来时候变成瘦子。这盒子在说，可能是健身房，可能是一个让你可以流汗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盒子是什么？这个事件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物理上很多这个事情。所以科学家怎么办？科学家就要分析前面的状态、后面的状态，去推测后面的状态，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哦。你要有技术去分析前面，你要有能力去分析后面，你要去推测里面可能是什么。所以我们怎么学这些道理？有时候我们从运动学去分析，有时候我们从能量去分析。就最终的结果是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里面是什么，因为太多的位置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做很多的观察。选后推测。那好，那如果什么上有趣的课，那就我们来上专题课好了。专题课就。那个，哎呀，不用了。寒假每个人就想两个题目啊。那叫没有用了，我跟你讲。我们要补课呀，要你可以补。那是幼龄的。幼龄的调音。对哦，我就说他。那是电子鼓。对。爵士鼓。调音，真正爵士鼓。所以他决定他补。他决定了吗？说回话就忘话。可以。哎，你说。哇，我反驳你，喜欢物理还是哲学比较有趣？啊，因为我们的理解就很难。其实哲学就是一个哲学这两个字，我从它的简单解释是爱智，喜欢智慧、知识的东西。好了，你又离题了。我没有离题啊，我要讲。所以我觉得物理
应该跟他的哲学有关，很多属于不是大部分的哲学的早年发展，很多哲学家，很多哲学家都是科学家，因为他们想知道真善美，什么是真？真是什么？这宇宙怎么运行的？真理嘛，我追求真理，我追求真理。如果没有科学当个背景，我怎么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不能用猜的，我必须推测它，我必须探究它。所以我们在做的是在做哲学讲的真善美的真啊，在做真的这件事情啊。你学数学是为了这个目的哦，你学数学、学自然科学是为了追求哲学里面所谈那个真啊，真到底是什么？不然我们大部分谈善跟美，为什么谈善跟美好讲？因为善跟美是一种个人主观的感觉，你觉得好，你觉得是美的。可你要谈到真这件事情，你就必须有一些科学的依据了。真理，真理，知识。哦，对了，好。所以物理上真的那一部分。这个我们难讲说谁是谁的一部分了，我也可以说哲学是物理的部分了，但是这很难讲，哦，不是这样讲哈，哦。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弹簧的位呢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是因为从 fx 来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测啊。那我们有别的东西是没办法这样推测的，有，那叫做重力位能。所以，哎，你说。写作业写到一半还没写。作业，新的作业。推导。弹力位能。啊，所以呢，基本上哦，你们要做专题，是让我们以前在讲哦，高中生应该做专题，高中生要做专题，做什么专题呢？不知道。你们可以利用下午的时间去跟老师做专题，做专题一定要去想，你的目的是什么？做专题实际上可以学很多东西。我们在讲到芬兰，最近在讲说去学科化嘛，芬兰在做这件事情。那最近他们有讲，他们芬兰第三个说。不要再讲了，你们世界各国都讲，我们都讲错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第一次我看到曾经说，他们不是国中小做专，不是去学科是高中，现在要出来澄清了。我们高中还是有基本学科的，我们只是增加专题时间。他们增加专题时间，就是说他认为高中生应该做更多的一种专题研究，去。对，那你要做专题研究的时候，你就可以做。更多的学习，因为一个专题当中会扩及很多层面，啊，去学综合运用。像学习这个有点无聊，可是你不学这个，你去做专题拍谁？专题没办法做，为什么？你根本连基本的没有工具嘛，没材料。对，没有工具哈。好，我们现在是一个地球，一个星球，质量大 M。好。我现在一个物体，质量小 m。我这边所受的力是多大？受的重力。重力吸引 F 没多少 G R 分之 R 平方根是大一小对不对？你不要想说可能有同学啊，尤其是一堆代号了，代号到底什么你不知道，大不知道代号，你可以问说就讲中文嘛。我觉得它跟质量有关系，好，质量是 M，我觉得它跟这个质量有关系，它是小 m， 它是它的距离平方的反比，所以放在分母。对，再乘上一个代号 g， 当那个常数结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大 R， 在这个地方，它改变了我的力。所以假设画图，这是我的位置，对不对？或者我们今天把这个 R 用 x 来表示。大家比较记得哈。好，那这张图会长怎么样？想想看。这张图 ，fx 啊 ，fx 图会长怎么样？这张图啊，我们刚刚不讲了。我们在做 f 等于 kx 的时候，这是弹簧，对不对？弹簧在做的图是长这样子，这样的图。那这张图在这里 fx 上图会长怎么样？赶快想看，还剩一秒一分钟，想出来。大力。想。大
加两点。对，那个距离越长，它的力就越小，因为地心引力。再讲一遍，距离越长怎么样？短，它的拉力越大。大，它是这样，这样应该是什么？不是，它那个应该是一个向下去，应该在弧度先拉下来吧？我认为啊。从上拉出来，是这样子。不是，但是它要弧度，要弧度。要有弧度，开口向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二次方嘛，所以它只会它变小的那个速度会变。因为它是越大的。就是因为 x 和那个 k 成反比啊。x 平方。哪边跟 k 成反比？跟 d 吧，跟 d 成反比啊，所以力越大的它越，它距离越大的它越小。那为什么画这边？因为是常数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画这边？我不是画这边。因为它 k 没有等于。不是，这个当这个 x 哈小于这个地球半径的时候，它就开始不一样，变直线。这个下次再讲哈，它变直线的。在这个之外呢，在这之外它就成这样的一个曲线。但是我们讨论这个以后的东西，我们讨论这边的，先这个讨论，这是不可能发生，这地球内部嘛，这地球内部的距离，这我们不讨论哈，这个地方是 r， 地球内部。地球内部不谈，我们谈地球外部。从这个点开始，如果在地球外部的话，这个地方是什么？假设你是十公斤重的，它就是十 g 牛顿，对不对？这个点呢、啊？啊，对啊。OK，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叫做万有引力的图。好，今天停留在这边，下礼拜我们讨论它的所形成的重力位能是什么。